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墨尔本时间早上9:30，今天要跟大哥哥他们我们去猫岭山，大概有2车的人，然后我们这边在等串。约好我们是9:30集合，但是我可能要晚一点了。哦，这个86还有1分钟，30、35，周末都不怎么服务了。啊，趁这段时间我，哎，等待是最没意思的。Excuse me。86，我还得再步行一段。所以我不用刷卡，然后这边是维州的警察局，所以我住的算是相当安全，但讽刺是它对面就是个监狱。有意思有意思。我本来想做个靠窗但是正面朝向的位置，但是没有，就这么坐着吧。对，我早上给大家准备了吃的。这早上我自己做的这个，这怎么叫酸奶杯吧？把剩下点草莓切了，把蒂去了，然后切成瓣，把这 kiwi 削了皮，然后切成瓣，然后在上面就是这个梨，澳洲本地这种梨糖分挺高，所以而因为我上中间用的是这个希腊优格，它一点甜味也没有，就是很酸，所以拿这些甜果糖把它中和一下。就这个 top 上面是就是这些坚果，我一共做了4个，因为我们一车一共有4个人，我阿姨、我哥还有文泽。哦，还带了4把勺子。这个杯是我从店里拿的，哈哈哈哈，希望老板不要打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去 State Library， 一会儿我们见。Peace。 讨厌雨天，因为雨天感觉很脏，影响户外出行，但墨尔本其实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它很干净，反而让我今天挺开心。我感觉今天别有一番味道。好，现在步行往 State Library 那边走，去跟他们汇合去。City 里的 tram 都是免费的。周末嘛，周末的鬼佬的店一般是不开门的，你看这些都是关着的。他这个 trading hours 也周末都是不一样的，华人店应该是开门比较晚一点。700 Eleven 我来这边就再也没吃过。这边有些 homeless， 他们就在这街上住，很可怜。然后这边就是著名的唐人街，这是不管是谁吧，来墨尔本一定要来的地方。我的教会也在这里。
叫 State Library。哎，这块有个小 church， 在 City 中心。OK， 然后我是不是该置个电了 ？State Library 这个里面很大，有空我会单独的再录点视频，然后把这些比较历史悠久、比较需要转的 building 会录一遍。这边是学生的一个公寓，然后我的学校就在前面了。这边有好多人旅游都会来，而且前两年 Pokemon Go 特别火的时候，就是这已经这草坪上都坐不了人，因为全是人。天气真的很好，还暖洋洋的照着。然后这边有个 Friday， 晚上会很火。好，我已经到这儿了。那么下一步就是我该给他们打电话了。啊，天气越来越好，今天要是不出来玩，简直是浪费了。趁他们还没来的功夫，我给介绍一下。这鸽子都不怕人的，他们经常这些鸟呀、鸽子，还有那种就长得很像海鸥的东西，他们都会飞到这种餐馆里，然后，人不吃的东西他们会就是捡起来吃。而你坐在这儿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，我一朋友就是在这吃热狗，回头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再一回头，发现这鸽子哇贼聪明。把肠叼出来甩两下，把不要的东西甩掉，然后叼着肠就跑了。很可爱，很调皮。你怎么还不来呀？咱们是东十区。它是个广角镜头。
你手。哦，没事。没看。管的，是租住的。对，那不是你光没开身份吗？吃。来，咱们被子。我可以。哎呦呦，消灭冻掌。不被子，不被子。也开封了。饺子，你还有这个呢，哦，都是热的。哎呀妈，拔不开了，吸了，吸到一起去了。哦，那我们跟着汉卿都有经验的，他会不会下次我们找不到吃的？跟着汉卿，我就说我要上 M 十一，我不管你咋走。我们一直聊天都忘了这个路的事了。还以为你没走错，汉卿在那遇着了，觉得对不对，又跟他走。因为，哎呦，我就是说那个地方不应该，应该直接到 Springwell 上面走吗？这个辣哦，这是想吃我们的，不辣呀，还行啊。哟，你还可以嘛。我对辣椒不感兴趣，我就知道汉卿也能吃点辣，我不能吃辣。阿姨，你坐前面，坐后面就行。我坐后边最后一个，我好那个什么接他们一个一个上，谁先上谁坐哪儿。好吃啊。真的，我还说辣的。不辣就吃，没有风心那挺好的。没有吃辣就是。你们开会要吗？一会儿这个是单层的双层。啥也没有。哎呀，
好脏啊，全是蜘蛛网。有点脏。好美啊，好美啊。飞就碾死他了！哎呀呀，你不怕你也用？那Sorrento 小镇的啊 ，Sorrento， 挺全的设施，三十六过了。去下一个景点，在这小镇上停一下，然后这也是靠海边的一个小镇，去找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。这小镇设施还挺全。都是女士的。I'll be after you. I like that, mate. I'll be more. Sorry. Hello, how are you? Can I get a medium? Medium? Yeah. And
外挖起。不过在。这么多，和一个 medium 这么大，这学校怼爆我呀！嗯，好，我感觉我有半年多没吃冰淇淋了。嗯，真的是甜的。要多了，感觉自己吃不完这些。呵呵，嗯，哇、哦，好便宜啊！才好像5块多钱，还是6块多钱？进去吧。